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好，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啊。佛经呢是我们的精神粮食，所以学佛就要学会懂佛经。所以佛经所云啊，就是佛经上所说四谛十二因缘是我们学佛人的开始，所以要懂得四谛十二因缘，其实就是讲啊，我们业感缘起啊，我们种的业啊，开始有这个缘分啊，十二个缘分啊，说明我们众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流转世间的，流转世间的，怎么样又要出离世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后，他为我们弟子们讲的最初的佛教道理，就是讲的四谛法。所以大家都要懂得什么叫四谛法，因为佛的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就是四谛法。所以四谛，谛实际上就是真谛的谛，就是这是一个真谛，这个四个是绝对的真谛，绝对的真理啊。那么四谛就是指的苦谛、集谛、还有灭谛、还有道谛，就是告诉我们苦那是人生不可抗拒的。那么苦在我们人生当中就是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极地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极这些苦难的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极，就是集聚了有25个有苦果的因，所以人有很多的苦啊。啊，非常的苦啊！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呀、啊，从贪嗔痴开始的烦恼造业啊，然后造着很多的恶业，那么就能招感三界生死的苦果。实际上，人的极地就是告诉我们你的苦是怎么样来的。苦集灭就是涅槃，涅槃实际上并不代表死亡，而是一种解脱。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死亡跟解脱不是一个概念，死亡那是人的肉体死亡了啊。那么解脱就是生死相续，他的灵魂还在运作。所以这个要懂得灭谛，就是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灭就是要涅槃，要灭掉自己迷惑的业障，而离生死之苦啊，离开生死之苦，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生死啊。道就是完全解脱，就是实现涅槃境界的正道啊。所以一个人学佛学了半天，最后不是正道，那你就很可能成为偏道啊。那么简单的跟大家讲了四谛啊，就四种真理啊，就是佛陀就是告诉我们佛法里边就是苦集灭道。那么还有十二因缘，因为这些
分开讲要讲很长时间。那么师父呢就跟大家呢把十二因缘当中的环节有联系的十二个环节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等以后有时间我再跟大家细细的分解，再来跟大家做更多的解释。首先是无明，大家知道无明，无明就是无知啊，不明白啊，你知道什么？你不知道你才会闯祸，因为你不明白你才会六道轮回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你才会出事啊。第二是行，因为你无明之后你去行了，因为无明而产生的啊善与不善的等等行为，大家想一想，善和不善你自己有时候不知道的，你以为你做了一件善事，实际上它不是一件善事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人家夫妻吵架啊，你说啊对方这么欺负你，你跟他离掉算了，你觉得你是帮了他了，实际上你是造了因果了。所以行就是无明而产生的善与不善的行为。那么接下去就是事，意识的事，就是投胎之前和投胎之后你的意识的形成，你心里的意识所为。大家不要以为一个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他已经有感觉了，只要胚胎的形成，他的灵魂注入他就会有感觉啊，他也会产生啊喜怒哀乐。所以告诉大家，心里的意识行为产生就是你的意识啊。那么投胎之前和投胎之后都会有这种感觉，那么你还在地府的时候你这种感觉更强烈。那么第四是名色，名色啊，我现在讲十二因缘，第四是名色，就相当于你在投胎之前呢，投胎之后你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概念的形成啊。那么接下去呢就是六路，六大家都知道，眼耳鼻舌身意。那么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进入你的思维器官，那么你的感觉器官啊，听到了声音好听了，音乐啦，人会兴奋啦，吃到好吃的啦，人特别开心啦，那这个六路进入你的内心世界的感官感觉器官。那接下去呢就是触，接触啊，触就相当于投胎之后你接触到外界的一切事物。你想看一个人投胎之后啊，生出来之后慢慢的会接触人间所有的事情，那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好事还是坏事，可以做不可以做，是靠你接触的。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个人跟人要靠接触，接触了你觉得这个人好了，你可能就跟他很好啊。第七是受啊，人有一个感觉的器官是受，受是什么呢？对苦乐的感受啊，这个人觉得有苦了他才会感觉有快乐，有快乐过了他有很多的苦的事情出现了，他就会觉得这是苦，这是受。那么还有就是第八是爱。那么人生啊，很多的哲学家还有很多的文学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经常讲一句话，这个世界是由爱组成的，所以人不能把爱仅仅作为一种非常狭隘的好像是男欢女爱啦，夫妻之爱啦，跟兄弟姐妹之爱啦，其实它是一种啊，我们说那是一种可以变得很崇高，你要是把它拉了低，那么这个人间的十二因缘里边，那么这个爱实际上就是爱欲和欲望都有爱，
我喜欢这样东西，我喜欢这个房子，和我喜欢这个人，都是属于爱的欲望啊。所以酒就是取，取就是夺得、收取的意思。取嘛就是追求呀，啊，我去取这个事情，取那个事情。那么人就是啊，我喜欢这样东西，我去追求这些名色，啊，追求这些名色，啊，这个名利呀，啊，我喜欢这朵花啦，我喜欢这个会长啦、董事长啦，这些名和你拥有的一些感官觉得非常好的东西、名色，那么刺激你的物欲，对物体的、对物品的一种欲望，所以这就是取，因为你会去得到它。那么食就是有，有是什么？我们现实当中生存的环境，那就是有。你有吗？有啊。啊，十一就是生，啊，生就是什么？我们说来世再生，来世再生，生出来又灭度，灭度了又生。那么老死，人生最后终有一天有终结的时候，这就是老死。这就是师父告诉大家的，要懂得十二因缘，就是从无名什么都不知道，一直通过形式名色六路接触的触，然后受爱取有生老死，形成十二个因缘的环节，都是连续在一起。师父举个简单例子，你非常不明白，到了这个时间了，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间之前，你就是无明无知，你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你的无明不知道，你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和恶的，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善的恶的嘛，无明产生善与不善的行为。然后再接下去呢，你开始有意识了，你开始准备投胎了。投胎之前、投胎之后，你知道了，哎呀，啊，我怎么觉得很温暖呢？啊，母亲吃一块冰激凌，你在里边冻得像在冰山上一样；母亲喝一碗煲汤，广东人喜欢喝煲汤；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滚烫，因为有些人还喜欢喝非常热的，那孩子就感觉到这个投胎前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概念慢慢形成了。啊，然后慢慢出来之后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器官开始接触所有社会的一切了，自己感觉了，啊，冷啊、热呀，听到声音啦，啊，然后呢，舌头啦，啊，小孩子，啊，肚子饿的时候要吃奶瓶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哭得很厉害，这个牛奶还没弄好。这孩子就在哭，那妈妈就拿个奶嘴啊，先塞在他嘴巴里，这孩子这个舌头一碰到他就不哭了，实际上就是一种感触。好了，触了引起的接触了之后，他就会感觉到吃了东西之后开心笑了，小孩子。然后呢，苦的时候没吃肚子饿，他会有感受出来，那么感受之后慢慢觉得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特别的开心，爱欲欲望都开始出现了，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爱了，那种欲望都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追取一些民间和人间的一些名色和物欲，啊，追取了之后呢，拥有了，就存在的这个环境当中，我拥有它了，然后呢，啊，再生出来其他的想法，啊，我还要，然后呢，最后就是人生终有一天老死。实际上，这就是十二因缘的环节的一种轮回。所以佛经上跟我们讲，
我们怎么样流转世间，怎么样处理世间，无非就是由于业。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作孽很多啊，犯业很多，流转世界，你只要在今世没有好好的修，你下辈子六道轮回还会再来，就叫流转与业，就是因为你造业了，你下辈子还会再来。业就是由于你烦恼和无明。你怎么会造孽的呢？因为你烦啊，因为你无明啊，不明白，你不明白去做了一件事情了，你伤害别人了，接下来给自己找了无尽的痛苦，那么你就无明烦恼生气啊，对不对啊？生气烦恼，那么然后就造孽，造了很多的业啊。那么这个造了很多业之后呢，你要还吗？那么这辈子还呢、啊、还呢、啊、还不完呢、啊、那么下辈子再来投胎继续还。所以这就叫轮回啊，这个造业。所以造业是由于什么样的环境才会造业的呢？造业最重要的是心啊，因为你的心会造很多的业报，所以造业的人会有业报。所以小乘佛法说业报论，就是讲唯心因果，因为人的心会造孽造业，那么你的业报就是由于你的心开始的，那么叫业报论。这就是我们佛教的基本的思想啊，基础，就是学佛的基础。所以三界唯心啊，啊，三界唯心指的啊三界的业报啊，业来了会有报应，报应了又会造业，造业了又会有业报。那么怎么会生生死死的离不开这些业报呢？因为你的心你不甘心啊。这就是为什么打官司明明打赢了又被人家重新再投诉，然后再打官司，你打赢了他投诉，他打赢了你投诉，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心所造。因为你不卖账，因为你觉得他是错的，凭什么他赢？这就是生生死死。所以唯心所造，万法为识。所以所有的事情在人间都是因为你的意识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你才会继续自己的行为。比方说今天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错了，你是不是不会跟人家去争了？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是对的，你是不是不停地跟人家争？人家找的理由你再去驳斥他。所以万法为识之，认识一切，你必须要认识一切世间的现象。所以很多人懂得，今天大家都在讲你了，你应该懂得这个业报开始到来了。你因为长时间的这个不理人，那个不理人，跟这个不好，跟那个不好，等到大家都出来指责你的时候，你应该收了，你不应该再去找理由，因为你的业报到了。所以很多人傻傻的，突然之间在单位里有几个人跳出来跟你斗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在背后讲你了，就有两个人跳出来，然后边上人就起哄，实际上你的人缘已经很差了。这就是你的内心啊，内心，因为你还不卖账，你的意识还不卖账，你觉得你是对的，那么就引起了内心的分别。所以唯识，你的意识的分别，你觉得这件事情对的，你会一直这么执着下去，
意识是什么？意识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你要记住，你说你有这个意识，实际上你就有这个分别心。我认为这个人改不好了，你就是心中有分别心的。我认为他一定会改好，你也是有分别心，因为在你心中意识能分别，是心的作用啊。所以所分别，所有的所分别是什么？就是由心观察对象，你的心去观察这个事物或者这个对象，你跟它的作用，你所分别心。所以佛教不管大乘还是小乘，中心思想讲的是什么呢？唯心因果。